自己动手做好玩的人造卫星接收天线模型。这是一个蝶形天线，它可以调整角度，利用油压的方式控制它的俯仰角，可以调整对准天空或对准地平线附近。那它也可以旋转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像这样子可以左右旋转，除了上下调整俯仰角，也可以左右旋转。那透过这个方式呢，就可以对准天空中的任何一个方位。那天空中有卫星飞过的时候，像现在这样飞过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去捕捉这个卫星所传回来的讯号，那包括传回地球的影像或者是各种太空中的数据。我们看一下远方，远方有好多大大小小的蝶形天线，有各种接收不同卫星的天线，那可以接收美国卫星、法国的卫星，还有中华卫星、福尔摩沙卫星，包括军事跟民用的卫星的讯号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迪多罗武长坐在卫星天线旁边，他正在看守这个卫星天线，因为有可能会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，所以要严加防备。有兴趣的人也可以上网搜寻 ADN 夏夏科学小教室，有更多好玩的科学课程哦。自己动手做一台来玩玩看吧，很好玩的哦。